好，我们正式开会，现在已足法定人数，现在正式开会，请宣读上次会议记录。立法院程序委员会第九届第三会期第三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6年3月1日星期三中午12:16至14分，地点群贤楼802会议室，出席委员陈委员曼丽等17人，主席段委员宜康。选举事项一：推选段委员宜康、曾委员明忠担任第九届第三会期本会召集委员。报告事项一：宣读本会第九届第三会期第二次会议议事录。决定事项一：审定本院第九届第三会期第三次会议议事日程。议程报告事项均照议程草案编列通过。各党团提议增列部分6案，全部照列。对行政院院长提出施政方针、施政报告继续质询。二、请愿案件一：函送本院相关委员会审查者，共3案。二、一请愿法第4条规定者2案，系属应提起诉讼事项未编受理，含附请愿人。三、一职权行使法65条第2项规定者8案，函转权责机关处理，经付并附之请愿人。宣读完毕。好，请问对上一次的会议记录有无异议？啊，没有异议就确定。好，来请。第一位，廖国栋廖委员。好，主席，各位委员，好，我们已经看到今天我们院会所排的这个报告事项跟后续的相关的这个会的内容，我们认为这一次呢高烈在整个报告事项的第二案有关监察院第5届监察委员现有缺额提名的这个所谓的11个名额呢，我们经过多日，不单单是本党团一再的向外提出对这些提名的委员的这个抨击，跟他们过去历历在目的所有的发言的内容，包括他实际的在各甚至他们的发言的内容，不单单是我们党团，整个社会啊一片哗然。看起来这个名单真的是不堪，非常的不堪。我们建议这个名单应该退回，我们党团在这的强调这个名单应该要予以退回，尤其一再的发言抨击自己是废物的陈思梦委员，我们就称他委员吧，陈思梦先生，他自己要进入这个体系，居然说监察委员是废物，监察院是废物，既然是废物，干嘛还要提名？我觉得民进党啊的主席啊的总统啊，真的是人格分裂。他又要废弃监察院，然后又要提名，而且提名的人选呢，没有一个是合乎民众的期待。废物就好了，机关也是一个废物机关，干嘛还要再提名？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名单基本上没有一个是合格的，我们要求退回，重新提名，符合我们宪政宪法上所要求的，是公众所同意，而且呢过去享有清誉的人选呢，来进入监察院，我们可以同意。目前的名单，我们根本就反对，要求予以退回。好，予以退回。做以上的党团的表述。好，谢谢主席。今天的程序委员会还没有开始，我们在这边针对会议的程序提出来，基本上我们认为这一次总统对监察委员的补提名连进入本院的程序委员会都不该进入，原因如下。第一个，民进党过去一再的批评考试院监察院是盲场，是仇庸，
既然是盲肠，是仇庸，也说了一二十年了，现在你有机会执政，大权在握，坦白讲，应该是要让大家看到你如何处理这所谓的盲肠院，跟过去被你讲说是拿来仇庸的地方，而不是拿来当成自己遂行仇庸的地方。连自己绿营的人也都跳出来批评，包括前监委、前林慧君的丈夫、前台联的秘书长都反讽，这个曾经是民进党口中的盲肠的监察院，如今重新执政以后，却变成吸收维护生命不可或缺的小肠，这是如何的讽刺啊！再过来，你要提名就算了，你提出的名单，敢会看你？这起码有三类啊，是社会大众觉得看不下去的。第一个，过去曾经替民进党辩护的律师，而且有一些还涉及到贪渎争议，还有被监院、被监察院来检讨过的，这些人如今要被提名担任监察委员，有一些甚至被怀疑是政治后泄，啊，那这个仇庸就不谈了。啊，所以这几类的人都是在被提名之列，所以在这边我们要郑重的呼吁，如果执政党认为这两院应该改革，请利用这个机会提出你的改革计划。我们也欢迎蔡英文总统来立法院报告，跟国人报告你的宪政改革理念是什么。如果这五院的制度，过去民进党强烈的怀疑跟抨击，也认为五院的运作没有如你想象中的理想，特别是监察院跟考试院发挥不了功能，也不如你们所愿，那就来提出你的宪改理念，借这个机会来报告你的宪政改革计划。作为在野党的国民党，我想我们愿意来聆听，我们也愿意支持对国家好的宪政改革计划，而不是充分利用这个机会把所有的位置提好提满，最后做好做满，然后继续来批评这两个月是盲肠是仇庸。谢谢。好，第三位请王玉明委员发言。主席，各位现场的委员，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民进党过去向来主张要废除监察院，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他把缺额的11名的监察委员要立刻补好补满，公然违背自己的政治承诺，这是政治诈骗。我要在这边说，蔡英文总统还不如陈水扁前总统。陈水扁执政的时候，当时他还不敢去提监委的名单，他宁可把他虚极化，他没有再提名。但是蔡英文总统，你在选前说你要废除监察院，结果选后之后就变成了你的政治仇庸的工具。这样子的政治诈骗的行为，台湾人民没有办法接受。第二点，我们看到这一次所提出来的11位监察委员的名单，有没有符合我们监察院组织法上面的规定？监察院组织法第3条之一，特别明载了，监委必须清廉正直、声誉卓著。然而这一次的提名名单，几乎个个有瑕疵，个个有争议，有涉及官说的法官，有涉及毁谤的官司，有涉及贪污的官司，还有把监察院当作废物的人想要来当监察委员，口出狂言说现在的司法院司法体系里面都是党国余孽，都是半绿不半蓝，像陈诗梦这样子的人可以来当我们的监察委员。如果他
他完全无视于宪法，我们征修条文第七条，监察委员必须超出党派以外，然后来依据法律独立行使职权，自己就先有非常浓厚的政治的立场。他要来帮陈水扁前总统跟郭瑶琴女士来平反，自己认定这就是个冤案。请问这样的监委上任之后，他还可以秉持功利超然的精神来行使他的监察权力吗？是不是他上任之后就会摇身一变，变成半蓝不半绿了呢？这样子的人还适合担任监委吗？所以今天国民党立院党团在这边要表达最强烈的抗议，我们不认同这次蔡英文总统所提出来的这11名的监委名单。这11名监委名单是羞辱了现行的监察院，也羞辱了台湾人民的智慧。我们不相信台湾没有更高风亮节、更清廉正直、更声誉卓著的人。如果这11名人士都可以担任监察委员，还有谁不可以担任呢？他用了一个史上最烂的名单、最低的标准，我们完全无法同意，也无法接受。我在这边也要呼吁民进党的立委们，要站在民意这一边，面对这次名单被社会大肆的抨击跟批评，请大家发挥民意代表的力量，我们做成共同的决议，退回这次史上最烂的监察委员名单。以上。好，谢谢。下一位请林维洲委员发言。民进党针对监察院、考试院，他们有很多发言，认为都应该要废。现在执政了，而且在立法院多数，就改变态度了，说不废了，因为在立法院他们可以通过，可以让这些考试委员、监察委员都可以领好领板、酬庸啊，这样子多数了就给他们来领好领板。当他们不是多数的时候，就说要废，不要提名，也不通过，也不行使。以前他们都不行使同意权啊。哇，这样的态度啊，我们真的是错乱啊。他们有两种方法可以贯彻他们的想法。第一个，你也可以把它虚极化，像省政府、像省咨议会一样，不补人，自然帮国家省掉很多的预算，也让这个机关直接的就发挥不了功能，这也是一种途径啊，虚极化。要不然也可以在立法院大胆一点啊，勇敢一点，提出修宪嘛，我们国民党准备好了来面对，大家一起来讨论要如何废监察院、废考试院，如何来讨论我们国家的内阁制、双首长制还是总统制，大家可以来讨论啊。结果民进党不敢，两种途径都不敢走，就选择了一种我们看不懂的方法，一边骂一边提，一边领一边坐满，然后把它当作还说成叫做废物利用。我真的是不可想象有这样子第三种方式。我们在这里严厉的谴责，只有两句话，四个字：退回，罢审。好，好，谢谢。下一位请中统赵委员发言。好，请李彦秀委员发言。民进党应该先表明一下自己对于监察院跟考试院的态度哦。选前在野的时候，把这两个单位当作是盲肠，当作是鸡肋；选后之后，完全执政之后，因为有人事可以安排，就完全爱不释手，嘴巴也软了。我认为民进党现在完全执政，人数大可以去做宪政改革的讨论。
民进党选前跟选后对于这两个单位，因为他人事可以瞧，他完全就变成是一个好的单位，碰到有一些单位人事不能瞧，就不断的抹黑。我们这一次看到考试院包括监察院的名单里面，政党的色彩浓厚，包括从这两天媒体上讨论到的，包括扁案也好，郭瑶琪案子也好，陈诗梦先生在媒体上说这是恐龙法官的判决，只半蓝不半绿，请问这不是影响司法的独立性吗？未来有可能成为监察院的议员当中已经先影响司法的判决，这也是侮辱了过去司法的专业性跟独立性。我必须要再一次提醒民进党，前一阵子看到张静律师在媒体上批评说，现在法界有10%的律师有收贿，请问法官有收贿，那请问他这样子的说法不是去影响包括批判过去法界对于这两个案子的司法的判决跟独立性？这是第一个我认为不妥的地方。如果监察院诚如这个陈诗梦所讲的是废物的利用的话，那我就奉劝民进党，我们好好，你们人数也够多，我们就来做宪政改革的版本，好好的提出来。这11名没有急需要这个时间点来去提，包括另外一名田秋瑾委员，前一阵子上一届还附和着提这个李俊毅委员的版本要废除监察院。我还是提醒民进党，我希望你们选前在野的时候跟执政的时候，不要有那么多的法夹弯，这个法夹弯哦掉落满地，这样的执政方式是让国人不能够信任，也不能够认同。选前跟选后对于监察两院、考监两院的态度，我相信这两套标准也不失为国人所接受。陈诗梦委员对于这两个扁案跟郭瑶琪案的发言，我认为也严重这个影响司法的独立性，还没成为监察委员之前就已经介入司法，政治力已经介入司法，到底妥不妥当？我希望在现场透过国会直播，我希望所有民进党的委员再一次思考，我也希望今天透过程序委员会，我们能够大家再一次思考，是不是你们人数够多，我们就来谈宪政改革，把这个监察委员的案子提名案我们撤回，谢谢。好，谢谢。下一位请钟孔照委员发言。好，谢谢主席。我想民主进步党针对这一次的会期第4次的一个会议日程原请依议程的日程草案及各党团所提政略报告事项全部照列。提案人民主进步党立法院党团以上说明。好，针对国民党团建议撤回，各位有没有意见？好，就进行协商。
有提总统召委员有提要照例。没关系啊，应该反正好，你好。好，谢谢。好，请宣读议程草案报告事项。立法院第九届第三会期第四次会议议事程草案，时间中华民国106年3月10日星期五14日星期二上午9时至下午6时，地点本院议场。报告事项：一、宣读本院第九届第三会期第三次会议议事录；二、总统之为监察院第五届监察委员，现有缺额11名。之依据宪法增修条文第7条第2项规定，提名王佑林等11人为监察院第五届监察委员，知请同意案交全院委员会审查。三至五委员蔡宜瑜等依据中华民国刑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税捐稽征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商标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六委员廖国栋等依据原住民族语言发展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七至九委员郭正亮等依据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专利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货物税条例交财政委员会审查。十委员蒋乃馨等依据学校卫生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一委员郑天才等依据矿业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12至13委员曾明忠等依据地方民意代表费用支给及村里长事务补助费补助条例、平均地权条例均交内政委员会审查。14至15委员吴玉琴等依据就业服务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都市危险建物重建奖助特别条例交内政委员会审查。16委员赖瑞龙等依据都市危险及老旧建筑物加速重建奖励条例交内政委员会审查。17委员黄国书等依据兵役法交外交及国安委员会审查。18至19委员王玉明等依据健康食品管理法、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均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20至21委员蔡思义等依据杀伤性地雷管制条例兵役法均交外交及国安委员会审查。22委员古拉斯尤塔卡等依据国家公园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23行政院函请审议产业创新条例交经济及财政两委员会审查。24至66文化部、经济部、卫生福利部、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全序部、原住民族委员会、国立故宫博物院、蒙藏委员会、财政部、公平交易委员会、内政部、司法院、中央银行、中央选举委员会、台湾省政府、台湾省咨议会、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国家发展委员会、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考试院、总统府、国军退厨役官兵辅导委员会、外交部、劳动部、国防部、行政院环境保护署等函送书面资料交相关委员会。67国家发展委员会函未预算决议事项交经济委员会审查。68至79国家发展委员会、经济部、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司法院等函未预算决议事项均交经济委员会处理。80司法院函送书面资料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处理。81至82国防部、交通部等函未预算决议事项交相关委员会处理。83至97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内政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内政经济两委员会、交通委员会、交通内政两委员会、交通
外交及国防、内政三委员会等函，为预算案于执行期间，行政命令于审查期限，请查照案。民进党党团提议增列：一、委员王定宇等凝聚《中华民国刑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二、委员罗志正等凝聚《侨务委员会组织法》，交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审查；三、委员苏正清等凝聚《戒严时期人民受损权利回复条例》，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四、委员蔡培慧等凝聚《农业基本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五、委员林淑芬等凝聚《矿业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六、委员施义方等凝聚《都市危险及老旧建筑物加速重建奖励条例》，交内政委员会审查。七至十七至一六，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等十函未预算决议事项，均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提议增列：17至19，委员赖世葆等凝聚《税捐稽征法》、《遗产及赠与税法》、《所得税法》，均交财政委员会审查。20至21，委员吴志扬等凝聚《公路法》、《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均交交通委员会审查。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增列：22至24，《原住民族语言发展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民事诉讼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交交通委员会审查。咨询事项对行政院院长提出施政方针及施政报告继续咨询。宣读完毕。好，谢谢。报告文会现在有两个提案，国民党团对报告事项第二案建议退回，因为有重大争议。第二案是有关民进党党团提出希望报告事项全部照类，那因为朝野党团无法达成共识，所以本次会议程草案提报院会处理。各位有没有意见？没意见通过，散会。